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好。来、请讲。我是，师傅辛苦了。啊，谢谢。师傅，我想叫师傅跟我看一下图腾。啊，你讲吧。我是66年生的。属什么？属马。66年嘛，看看啊。好，你说你想看身体还是看命运还是看前途啊？不，看我身体一下，我身体。我看看啊。我是。你的。我先说你啊，我看了颜色最深的地方，黑的，那就是你的肠胃。啊、你颜色最深的不好的地方是肠胃。不好地方，我想动手术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动手术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可能要动的，动，哎，师傅是良性的吗？我看一看啊，几年属什么的？66年属马的。属马的，啊，不是太好。哎呀，有一个瘦瘦的，眼睛小的不得了的，还有一个男的，哎呦，在你身上，啊，有点麻烦。我身上，我要念小房子吗？你赶快给他超度啊！你赶快给他超度啊！帮我上小房子。他现在让你有病变，你听得懂吗？他现在让你这个部位有病变。哦。但是呢，你赶快给他念掉，看看行不行？大概要83张小房子，83张。83张。就是我的药精者吗？是。哦。明白吗？那，明白。我还不要放生几条？放生大概要2600条。2600条。啊，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有过杀业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哦，忏悔，我向菩萨忏悔。哎、你要记住了，你这个病呢，只是。菩萨加持，师父加持。死是死不掉的。就是说，你念小房子以后再动手术，也是动手术出来再念。对呀、你现在好好的念经啊、如果动手术的话就动啊、应该死不了的，没关系的。我现在看你阳寿还有啊，好，感恩师父。我是说，是良性的吧？已经跟你说了，有点病变，听不懂啊？就是不是太好，不是太好，就并不是良性的。但是呢，刚刚开始有一点点，就是像人家扩散一样的，所以你必须要赶紧把那个灵性超度掉。那是一个瘦瘦的一个男人，眼睛很小，明白了吗？那我师傅，我可以念小房子，不用动手术吗？你最多半个月，你念半个月试试看，你许愿放生念经，半个月之后你再去跟医生商量吧。如果医生查出来，再查一下你的，比方说各方面都好转了，可能你就不要再念小房子了，就不要去动手术了。半个月到三个星期。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生人的名字对好不好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现在？我现在叫王姓叶，大话王姓，姓子的姓，月亮的月。谁帮你起的？是一个师兄。师兄啊？我的师兄。哎呀。瞎搞，姓不好的呀，姓不好的呀，用姓字都不 好。我可以生文交回我的名字吧，原先那个名字吧。可以呀、你现在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啊，
你现在赶紧，要么就再改一个名字，重新申文，要么就叫回那个名字，好吧？啊，我叫回那个原先那个名字，叫王花。嗯，王花也不好。王花，花朵的花。不好，也不好。不好啊。啊。那师傅跟我起个名吧。起名字没那么简单的，起名字要花很多精力的，上去啊，下来啊，要来来回回。你这样好吧，你自己啊，你真的不要叫人家佛友随便起。你几几年的，属什么的？我属马的。我看看啊，我看看你有没有福气，我直接问问天官看你有没有名字，如果他们给我了我就马上讲，否则的话上上下下要起名字的话至少七八分钟了，不可能的，明白吗？你几几年是属马的啊？几几年属马的？我是66年属马的。哎呦，脑子都没有的人。你是三横王是吧？哎，三横三画王。王乾坤，王乾，秀，是很麻烦，他们现在没给你名字，只给了一个景，就是金字边旁一个景色的景，就是一个像人家景旗的景一样的，最后那个字没给出来啊，要命。嗯，真的，我看你真的是傻傻的老实人呢、啊、真的。叫属马的是吧？哎，属马，66年的王家。好了，你现在叫王景祥吧，虽然有点像男人。王景祥，吉祥的祥。嗯，王景哪个景？景就是真字边旁，就是像锦旗的锦啊，锦啊，锦旗的锦啊，人家一面锦旗，听得懂吧啦？一个金字旁，一个白字，一个下面尖字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啊，叫王景祥，虽然名字有点像男人，但是很适合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给你时间了。王景祥啊？对对对，嗯。哪个祥？吉祥的祥。吉祥的祥啊、嗯，好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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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跟你太多了。啊、好了好，再见再见。好好、嗯，大家呢，平时为人呢、啊，做事啊，都要啊，随缘。有时候名字真的不好，真的，你看他名字叫王花，也是人家说带的那个黄花不就死人带的呀，啊，带黄花，带一朵黄花别在身上，你说这个名字会好不啦？哎，真的是。喂，你好。好。师傅好。你好。哎，师傅好。嗯，请讲。啊，师傅您辛苦了。嗯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南京菩萨，是吧？嗯。他说自己的业自己背。哎。嗯。嗯。啊，师傅您看一下，1981年属鸡的女的，看看她身体是吧？1981年属鸡的。啊，属鸡的女的，对。1981年属鸡的女人，身上有灵性啊！哎呦，属鸡是吧？对，是吧？哎呀，一个灵性在他的臀部，所以他的腰痛。嗯，腰痛、啊。师傅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太对了，嗯、对、啊。腰痛、嗯，然后呢？啊，对的。而且他的泌尿系统也不好，就在他这个部位。嗯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啊、是吧？就是这个地方。啊。这灵性在跳来跳去的，嗯。啊，您看一下，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，师傅？我看看啊，65张。啊，发生了是吧？328条。
师傅您再看一下他的那个右肩吧，他那个右肩跟胃也不是太好。看看师傅，几几年属蛇的？81年属鸡的，女的师傅。81年属鸡的。右肩膀倒没什么大事，啊，右肩膀没什么大事，肠胃有灵性，哦，肠胃，嗯，啊，有点长得像人家，长得有点像人家黑猩猩一样，脸上毛很多的那种灵性。啊啊啊！那他这个小房子跟刚才那小房子，念完就可以吗？还是这个单独要给念小房子呢，师傅？嗯，这个灵性念67章啊，这个灵性念67章，就是他、哎、就是他肠胃的，是不是师傅？对，在他那里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师傅，您再看一下他的眼睛，因为他可能是以前看过不好的东西。嗯，您看他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，师傅？嗯。他是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师傅，81年属鸡的。怪了，女的怎么会有个女的呢？嗯，个女的在他身上，在他眼睛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小房子要念多少呢，师傅？这个念礼佛。啊，这个念礼佛得是念多少遍呢，师傅？108遍。108遍，嗯，好，干师傅，你再看一下他这个眼睛啊，他这个眼睛啊，下眼帘呐、啊，啊，经常发炎，眼睛啊，啊对对，啊干痛，对对，啊，然后呢痒，奇痒，啊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师傅，师傅说的太对了，啊，是这样，师傅您再看一下他的那个家里边的佛台，师傅。嗯，蛮好。他是这个放佛台那个房间的左面，嗯，很亮，蛮好。嗯，啊，他我看哪位菩萨来过，观地菩萨去过啊。嗯，他好像还放了一尊其他的神一样的。嗯，哦，嗯，这个你跟他你问问看，我问他，像天官一样的，嗯嗯。啊，行，好。啊，师傅，啊，师傅，您再看一下他的莲花还在吗？7235。7235是吧？嗯。7235。7235。嗯，在。嗯，对，嗯，师傅，您看一下他的业障比例吧，感恩师傅。几几年属什么？81年属鸡女的。81年属鸡。嗯，不是太好，业障比例很大，嗯，43的，嗯，哦哦哦。嗯，去年他是27，师傅您看看他是哪个地方做错了，需要念多少礼佛呢，师傅？看一下啊，嗯，好，嘴巴出毛病，啊，嘴巴出毛病了，讲人家，讲人家，嗯，也不知道讲人家、啊、也不知道讲法的时候讲错了，嗯。啊，那他针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得需要念礼佛，师傅？54遍礼佛。54遍礼佛。啊啊啊啊！师傅，您再看一下他的图腾颜色，感恩师傅。图腾颜色。嗯。属鸡的是吧？对的，对的，白的，白的，白的。白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就是、不要再看了。嗯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啊，好好，啊，那好好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南京菩萨，师傅再见，同修自己的业自己背，嗯、感恩师傅再见，再见。喂喂喂。喂，你好。哦哦哦，师傅，我看一下，
问一下一个亡人，他叫傅燕，傅成燕，傅是单人边旁一个傅。第二个字呢？晨是早晨的晨，燕是小燕子的燕，2018年往生的。嗯，哎呦，很高，非常好。很高啊。嗯。师傅，他往生前梦见观世音菩萨和他说、嗯：“你这个是祖上背的业。嗯”师傅往生也去过，已经去掉了。嗯，他现在说如果你在色界天堂。嗯。嗯。你们家里人，他们家里人帮他背了很多。他走掉之后、哦，他们家里好几个人倒霉呢。嗯。哦。听得懂吗？你去问好了，你一问就知道了。嗯。哦。好的，嗯，那师傅，他妈妈也是弟子，很精进的在修，已经烧送了851张。那现在这个傅成燕他在哪里啊？嗯，我刚刚讲话你怎么不听懂的啦？对，就是色界天呀、啊。色界天。啊。哦。很高。好的，好的，好高啊。嗯，个子也挺高的他，瘦瘦型的，嗯。啊，瘦瘦的。啊。对对对。你说的。好了，感恩师傅。那他现在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还要不要？嗯，不要了。嗯，不要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还有一个亡人是孔繁刚，嗯，这是同修的爸爸，孔子的孔，繁体字的繁，钢铁的钢。2005年就是出车祸突然走的，当时就是同修是非常这个坎一直过不过去。嗯，眉毛蛮浓的这个人。眉毛蛮浓的，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啊，胡子也蛮多的，嗯。胡子。嗯，孔繁刚，嗯。孔繁刚，对的。心脏有点不好，嗯。哦，心脏有点不好。嗯、我看一下啊。啊。嗯，他是金刚护法下来的。啊。很厉害的。真的。嗯。嗯哦，他一生当中有两、这个，应该有两个老婆，嗯。哦，这样我不知道。你去问他们就好了。哦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好了。好的，师傅，他突然这样子车祸。带走的。他是也是，哦，直接。他如果再不车祸走掉的话，他就上不去了。但是这个结果已经很不好了，哦、他不是善终啊，就是说硬把他带走的，哦、嗯。怪不得他突然就走了、嗯、师傅他现在在你去问他家里啊，在15天之前、嗯、他做了一个梦说他要被带走。哦，你去问他家里就知道了，15天就这么准。好好的，好吗？那师傅他做金刚护法还要小房子吗？他要的，他现在非常不好。嗯。啊，做金刚护法还不好？金刚护法下来的，听不懂啊。哦，金刚护法下来啊、嗯，那下来他现在在做完做完孽，现在关在天牢里，不知道啊。哦，天牢啊。嗯。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等等啊，肚子还挺大的，我现在讲的你去录音给他听好，给家们，咱们家里都知道，肚子还挺大的。哦。哎呦，要做这么长。哎呦，出来之后才能恢复它的原值。那要做多长时间了啊？嗯，2500年。2500年。嗯。是人的年数啊，人间的年数啊。不知道，应该天上的吧。嗯。反正告诉我是2500年。他犯了一个很大的业了，他一定是感情上犯业了，嗯，而且他陷害过、哦、应该说陷害过一个人嘛，嗯，哦、你我现在讲的这些他们家里都知道，以后你们不知道他家里情况少问。哦哦，好吧，你们都不知道的，我现在讲出来给你听有什么用了。嗯，好，那师傅他还要多少小房子啊、哎、同学们帮他超度。好了好了，随便念吧。现在在天牢里有什么有什么超度不超度的，带走的，我告诉你，已经跟你讲了，
在天上做监牢的话，有出来的可能性，还是继续能够做他的金刚护法，否则在下面，那你就上都上不去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的。哎，你们搞都搞不清楚。师傅好好。不要叫我看了，这真的看了会烦的，你听不懂啊？哎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我下次注意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好，好了好了，再见再见。嗯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，师傅好。啊。喂。喂，讲啊。哦哦，请师傅看一个王人吴根祥，口天吴，根是木字，根是那个一根筷子的根。祥是吉祥的祥，男的是吧？对，男的。天道。哦，天道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他俩需要小房子吗？哎，不要声音不要响，好吧？噼里啪啦的，师傅戴着耳机很响的。哦，对不起。你们噼里啪啦乱动的话，师傅这耳朵就吃不消的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这尖道，嗯，很响，个子不高，个子不高，瘦型脸，嗯，嗯，头发很短的，就是他了，嗯。哦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还需要小房子吗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帮他慢慢念吧，念完500张他就没了，就算了，可能就永远不会跟你们下面有关系了。嗯。哦，好的，500张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、好吗？嗯。再请问师傅，1963年属兔的一个男的。他是肺部恶性肿瘤，他以前是5星级酒店的厨师长，他现在就是许大愿了，然后放生了大概3万条鱼，今年六月他以后许大愿，他还杀生不杀生了？不杀生了，终身吃素不杀生，而且许愿现身说法，他许愿6月份之前放满10万条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3年属兔的。杀业太重，这个病很重的。嗯，要看要看菩萨保佑了，病很重的。嗯。对。他是个结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他是个结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恶性肿瘤？就是癌症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我看他癌细胞已经扩散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要命了，这种都是业障太重啊，杀业太重了，哎，是吗？嗯，好了，叫他好好许愿吧，看看菩萨能不能保佑了。嗯，好的，好吗？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一直念了1300张。嗯，1300张，他往生咒要念多少遍？反正说每天56遍。56遍，好的。嗯、师傅，他之前的3万条鱼收到了吗？因为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念经，就直接放掉了。收到，全收到。收到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给他最大的报应，我告诉你，除了癌症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前列腺。哦。他小便非常不好，尿尿不出来了，我告诉你。哦。你们帮人家问，多问一点情况来。师傅讲了吗？你们都能证实，帮人家问什么都不问清楚的。嗯、好了好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就这样就这样。嗯。好，好，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嗯。哎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。感恩、哎、感恩观音菩萨，师傅。啊，请讲。师傅，请看一个，我们业自己为，不让师傅帮为。现在一个1990年属马的男，我自己。嗯。喂。90年属马的是吧？对，男的是我自己，师傅。我知道，你想看身体还是看前途啊？还有那个压身的药精。什么？他坐这里。
什么？我那个压身的药精者。啊，压生了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是什么样的？对对对，超度好几年了还没超度走，然后有时候压的再连续给我压的快。一直在你身上呢，不是晚上来压生，白天也在你身上。啊，对对对，有的时候，我就这么在太阳底下坐着，他也能压我。对呀、啊，他压你了，哎。麻烦，在你身上很多时间，有时候专门让你自说自话。啊，对对对。对对对了，要命，你知道吧？喂。哎，师傅，我听到了。你自己好好念经啊，这是感情问题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应该是前世的吧。他经常弄你那种下体呀、啊。啊，对对，我知道。知道。哎。上辈子的业障你听得懂了吗？哦。赶紧把它念掉，不念掉你还有麻烦呢，真的要命。啊，是的。哎，你们这些孩子。上辈子做什么孽、啊、真的是，要是这辈子你们继续作孽，你们不好好修的话，你们连这个都不懂，听不懂啊？好像师傅，对的，对不起，观音菩萨，对不起师傅、啊。他现在还告诉我啊，啊，他说像我，他现在这个灵性这个样子还算过得去，看起来不是挺圣人的，啊，他说啊。我不弄他，他自己也弄。你看，他把你的身体当成他自己的身体了，你听得懂吗？说明你犯手淫，犯邪淫，听得懂吗？是，像师父忏悔，像观音菩萨忏悔。你看什么鬼也没说错话，所以我跟你们讲了，你们真的自己要好好改呀、啊。好好点，向菩萨妈妈忏悔，向师父忏悔。真的。你要叫他离开你的话，你大概要840张。还要840张，对吧？啊，你不给是吧？不给压死你了。哦，给，我一定给，一定给。哎、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啊。现在不但是压你身啊，他把你有一个腿啊，经常一个腿啊不舒服啊，酸痛啊。对，是的，师傅、现在知道了吗？好好努力啊，小弟啊，要第一要还清账目，无牵挂；第二要造新业，啊，第三积极精进努力，以后好了就是他离开你了，你也不要再去有什么色情的东西了，明白了吗？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已经夫妻双修的都是弟子。啊，就是双清修的都是。啊，要当心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对。他经常压你，他压了你很长时间。对。而且小弟，我告诉你，你虽然清修，你在没清修之前，你跟你太太两个人亲昵的动作，他在边上全部看着。我现在可以把镜头拉回来看的。好像就像电影一样，全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你现在小弟，你自己要好好的，好好忏悔，要真清修啊，听得懂吗？懂。就是你上辈子的情人呐、啊嗯，他缠住你呀、啊，你要所以很多人刚刚一个老伴走了之后，他马上找一个女的，结果然后这样跟现在一个新的女的，他有这种关系之后，这个鬼就开始上升了，然后上升之后就不停的弄他，然后嫉妒他，听得懂了吗？啊、能懂。好了，就是我们没写清楚之前。对，我太太对我一好就马上就压我，很看见了吗？师傅讲的对不对呀、啊？对的。压死你，真的。对的，是压死，就是我都爬不起来那种，刚不压了，马上又压，就是像个打死、压死的。你敢碰你太太一次，他就压死你，你听得懂吗？他吃醋啊，鬼吃醋啊，你听得懂啊？对，我因为他死掉之后，他死的之前他就是不放心你，就是说他不希望你再跟其他女人，所以他还在做鬼的时候，他就不停的跟着你，看你找不找其他女人。好了，他一发现你找了嘛，他就开始搞你了，听不懂啊？对对对，
对，我有的时候我听到那个一个女的很惨叫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她。就她啦，惨叫嘛。她是不是也在很苦的地方呀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她发疯，她可以在地府跑的，她只是在发疯，她经常讲起你来就发疯。你看见很多谈恋爱失败的人，讲起谁就抓耳挠腮，整个就像疯掉一样，就那种叫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对对，是的，是很凄惨的那种。啊，就是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，就是这种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不能放弃他，我不能就是就女孩子失恋那种感觉，你听得懂吗？嗯。啊。懂。所以你呀、啊，情债呀、啊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弄了你老婆了。你老婆的妇科不好，嗯，哦，你去问她，虽然你们清修，但是她妇科不好，也是她弄的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她在我边上，她说她妇科是不好。鼓掌，鼓掌鼓掌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听得懂了吗，小弟？懂了懂。好好努力啦，赶快赶快跟菩萨忏悔，然后让观世音菩萨出面帮你调解一下。好吧，嗯，懂了。师傅，礼佛还有多少？我整理这个的。礼佛是吧？我看一下，150遍。150，好的好的，我一定努力。好吧，嗯，还有啊，家里可能现在他还压你的情况之下，你可能要多准备一些水吧。嗯，多喝水是吧，师傅？嗯，多喝水呀、啊，你的肾脏很不好。嗯。啊，明白。是我从小肾脏就不好。对呀、啊。你自己要多喝水啊，你缺水缺得很厉害。嗯嗯嗯，好。好吗？多家里多放些水、啊、没办法的。啊，好好啊。嗯，师傅再问一个，我身上还有其他的药精者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啊，1990年属马的。90年属马的。90年属马的。小灵性闪灵，嗯，闪灵是念往生咒，往生咒就可以了。你这个人主要就是感情上欠的太厉害了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哎呀，不要去，所以人活在今世，千万感情不要去欠人家，一定要还的，一定还。对对啊，对对对。师傅还问，还有个，有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会自然的出现那种。什么邪淫的念头啊，太可怕了。啊，对啊，你现在知道了，他给你、啊，的时候我他给你啊。还有，嗯，有的时候我还拜菩萨，他也让我出现不好的念头，赶紧跟菩萨忏悔。他就不让你好好的用正念来拜佛，那你得不到菩萨的加持，他就可以控制你啊，可以不断的跟你做那些事情啊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好了，好吧。师傅，再问一个。2016年属猴的男孩是我儿子，嗯，然后就是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2016年，短头发，眼睛蛮大的。身上那个灵性是吗？有啊，晚上也到他身上去。嗯，那个他是跟我那是一个吗？是一个。搞搞他，搞搞你儿子的话。那你儿子皮肤非常不好，皮肤啊。嗯、对对对，他那个脸就起那个疙瘩疙瘩很多的，跟粉刺似的那个。啊，他是他搞他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啊，那个跟着那个小孩子还需要念几张小房子呀？小房子，你尽量把大人的念掉嘛、哦，小孩子也会好。如果你想小孩子皮肤上先好嘛，你先还他个48张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好吗？嗯。嗯嗯。好啦。那个。啊，嗯，小孩子走路老是爱踮起脚来，这个有问题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就不好啊，这个就是他经常抓他呀，弄他呀，嗯，抓他的脖子，哦、对对对，所以抓他脖子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儿子不自觉的经常脖子会自己抖动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他那个脖子就跟那个礼服似的，这么点头点头的、啊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他抓他脖子呀、啊。哎呦，我看到了、啊，而且他用非常细长的手抓的，所以你儿子老觉得脖子不舒服，一会儿抖动一下，一会儿抖动一下，明白了吗、啊？而且你儿子上卫生间小便，他也会让他抖动的，你听得懂吗？脖子抖动。对，那小孩子他老是现在还穿尿不湿，就是2周岁嘛，就、他老是自己他去拿去抓那个小孩子。看见了吗？
看见了吗？嗯嗯，好了，好好修行吧。好, 好了，好好再见了。行，再见好好再见。嗯，感恩师傅，我们自己业，我们自己背，不让师傅帮我们背。再见再见。好，感恩关心我的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，师傅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